曾被许多国家明令禁止的恶犬，他们打起架来誓死不休，因其独特的战斗能力被称为狗中战神。第二，藏獒。藏獒是一种大型藏犬品种，曾被誉为神秘的东方神犬，最初是被人们培养看守家门。藏獒性情威猛，但是对主人忠心耿耿，曾有传闻藏獒可与狮子搏斗，它的身高达到85厘米，体重达90公斤。藏獒对陌生人具有攻击性，极强的领地意识让其被多个国家禁止圈养。第一，比特犬。原产于美国，比特犬是一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凶猛犬种，肌肉线条分明，以及拥有一排锋利的牙齿，它们可以拉动身后近3000磅的推车。早在19世纪，这种犬被用于斗牛与斗熊之类的竞技运动，比特犬让斗狗开始流行于世界，它也因在斗狗场中厮杀被称为斗牛犬。一副没有疼痛感觉神经的皮肤让它在与敌人斗争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状态。但是许多比特犬经常惹是生非，有报道称比特犬经常无端攻击人类，从而被许多国家禁止圈养。那么你们觉得还有那些凶猛的犬类？欢迎评论区留言。